下学院呢，建于北海之滨，由庄周、夫子、墨子三贤者所创立，以永无相生的观念培养了不少英雄，比如说我，天才少年东方耀。要通过入学考试呢，就得看你能拿出什么样的宝物来。不是吧，入学考试居然要打星火神兽。冷静，他没看起来那么可怕。是在那个地方。长安，久违了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再说他可是我看中的人，绝对没问题。还是有点替他担心，贤者把这么困难的事交给他。星光荡开宇宙，少年闪耀其中，而且还有我在呢。希望他不要像你一样臭美。